给你这干啥呀？我说是扒的一塞，他们没说糖一塞子，你这损失费给的有点过分了，你这个啊。斑斑累累，我都不在乎。夏天哥哥在不在？夏天哥刷反了，要滚犊，你就故意的得了。行了，别吵吵把火了，干你就完了，浪哥呀。俗话说得好，浪哥，咱俩能不能共患难一把？浪哥，咱俩就是方方面面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呢也支持巴掌队的，能不能别卡老弟呢？给老弟也支持一把，行吗？哥，就是也支持老弟一把，每回吧就是都是支持可心，对不对？你这好不容易支持我一把，能不能给我就是送佛送到西天啥的，给我也来赌一三四，咱还上的。欢迎我们的爱是十道光，欢迎大哥啊！我真是刷反了，没事哥，徐轩啊，你填反了。怎么怎么还今天还跟反干上了，咱能不能挣呢挣呢？我跟你说司马哥刷反了没有事，司马哥你那是我的好大哥对不对？我浅夜哥来了，我半天浅夜哥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老弟刚才刚接麦完了之后眼球有点那啥，有点花完了没瞅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。浅夜哥能不能今天能不能给老弟开个场串两组八的，浅夜哥方便不兄弟吧？这屋有没有队友的？这屋八的队来整一把可惜看吧，福利兄弟吧啊。还有那个司马哥，你要刷反了，你再给我刷回来，刷赌八了，对不对？没事啊，小 case， 对于你来说，大哥那叫钱吗？这公爵大哥的名起的属实也挺过分啊！别傻了，老弟，我们哪有 VIP？ 大哥，你的挺押韵，哎，不过说挺押韵啊。那我自己打脸不是吗？那你不打脸，那你不打我脸吗？对不对？来的时间坏不了，忧伤哥，忧伤哥来，我忧伤哥能帮我偷塔，别动啊！好了，这些修了吧，路过，你咋又路过呢，哥？还有最后的400秒都修了吧，天天这么路过，一路过大哥就不走啊，主要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大哥一路过在直播间，我跟你说最低得挂机办了点，那咋整呢？造的偷塔的不是好人，我跟你说你不要闹，今天方方面面的啊，你司马哥应该和我以前一样只刷棒棒糖是吗？你司马哥这么牛逼吗？不在乎，我都不在乎。行了兄弟们，这一时间还有多少400秒钟，有没有大哥小八的给老弟把的维持一把的兄弟整一把可心看吧，福利的可心呐，来稍微往后踹一踹，给俺们抖个，给俺们整一段来，整一段性感小舞蹈。感谢大哥孟礼泉，大哥威武，666。浅夜哥呀，浅夜哥，给老弟开个场了，感谢我大哥，大哥牛逼。哎呦，哎，行了。控制不住了，大哥前一哥，别走，再走喊不动了，再走。好了，这一期再次感谢前一哥，前一哥好事成双，再给老弟整组来，哥再整一组，再整组，再给你整一组，干啥去吧，大哥？来，前一哥跟上来，前一哥跟上来，再整一组来，巴掌，伤痛由我来背负。对不对？咱们哎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兄弟同心必可断金，兄弟齐力必早打出歪歪奇迹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还有30秒钟啊，干啥去吧，前夜哥，牛逼死了！可呀，这塔看来数不住啊，还挺牛逼的，又站稳了，站稳了，听见没，老马？今天我要被你干成老驴啊！我说算你长的戒指，你没有剑圣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家不是剑圣，知道？我跟你说，我家全是 ADC。真牛逼！我跟你说，20分钟我们直接神装，对吧？夸夸的，跟你说啊，方方面面。一会儿兄弟们扒拉着。